上午10点半，来参加 W 活跃的伙伴们来到台北体验中心排队进场，大批人潮一下子就把会场挤得满满满。看到里头有许多精美的看板，还有 iPad 小游戏，让大家好期待。有人立刻玩起了闯关游戏，来看看自己对营养的知识了解多少。还有人一看到小道具就忍不住拿起来拍照。当然，诱惑达人也没闲着，为大家讲解 Double X 综合营养片为何能提供给你最全方位的营养素。Double X 里面呢，具有这一些矿物质，而且含量都在上面。原来 Double X 提供了10种矿物质、12种维生素，还有珍贵的21种植物蔬果精华。伙伴们也全围上来，认真听诱惑达人解说。除了设计了许多精美看板，还把真的食材都展示出来，希望让伙伴们清楚了解自己有没有摄取到完整营养。这个是真的猪肝，我觉得今天公司真的是蛮大手笔，它是用这种很体验式、很好玩的方式，借由这种方式，让人家很轻松可以了解，其实原来我们要获得营养，真的我们要获得健康是很容易。整个流程先让伙伴们先认识完整的营养素，了解自己的食物缺口，还有如何弥补食物缺口。接下来认识营养 MVP， 也就是 Double X 综合营养片。伙伴们还戴上了 VR 眼镜，仿佛置身在国外农场，因为 Double X 就是在纽崔莱的自由有机农场栽种，全程严格把关，从种子到成品都是天然有机，不含防腐剂跟化学香料，就是要让人吃得安心。吸收到很多营养学的知识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就是平常都接触不到的东西，觉得很有趣。这样用轻松有趣的方式，让伙伴们更了解 Double X 的价值，而且算一算，一天摄取3颗只要花35元，真的是用最聪明的方式投资健康。很开心，可以让大家其实就是在玩中就可以学习。现场还请来营养师为大家上课，同样是座无虚席，而伙伴们都希望借此机会补充更多的营养知识。在9月16号、17号，在桃园跟高雄还会举办 Double 优活日，一起来参加 Double 优活日，让自己的健康也 Double。安利新闻，西安林博源台北报道。